然后装可怜，突然出现。嗨，大家，好像有点亮哎，暗一点吗？嗯。再黄一点点 ，OK OK， 这样好。好 ，Hello， 今天是有缘场哦。对，有缘场。今天是有缘场，今天是有缘场跟我们的有缘人。对，有缘人。然后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呢，大家一定没有看过他，因为呢，今天是我特别邀请他来的，就是让我们来，等一下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身材非常好，对，那个优素那一捧，对，那一捧非常非常的彪彪彪，然后那个腰非常的咻咻咻，对，然后呢，就是邀请到她，很荣幸能够邀请她来跟我们一起直播，欢迎。然后客人都傻眼，谁傻眼？我应该邀请到九一，对，结果他们都会，他们都会说是谁是谁是哪个明星之类的。就是临时加印，因为今天本来没有，今天本来没有开直播，对，今天本来没有直播，对，然后就问有你说能不能来，对，今天刚好休假，然后拍完照就过来了，没错。最近有抄到吗？有抄到，我上礼拜抄到，就是我觉得睡觉是一种奢侈，假的，因为你就基本上只能睡5到6个小时，就已经算很多了，然后再加上上礼拜，因为刚开始播一点，就是我有一点感情戏，然后因为男生的 CP 粉就会开始有意见，所以然后就觉得他很焦虑，然后就会觉得说，就是他们就会，因为他们有注意到这个人，然后就会开始就是说我不喜欢这样子，那他为什么不能就一个人就好这类的留言，然后我就他心情超糟的，对，然后我还失眠大概3个小时，所以我的一天可能就只能睡3个小时，有超到。对，有超到，好累哦。好，然后今天呢，就是 Uni 跟安安，没错，然后大家把握一下。我今天好像没穿衣服在镜头上，因为对，因为这很比较，就是很接近肤色，比较接近。对，但其实他本人没有那么肤色，我其实在后面你大家看出来有点他比较灰，对，带灰的大象灰。对，然后今天第一套，我觉得两个人穿的感觉蛮类似的，对，但是单品完全不同。嗯，对，单品完全不同，但是我们穿起来，我刚才问他说，哎，那我是同一件吗？你上衣是跟我同一件吗？不是，对，结果不是，但是他你这连身对不对？没有啊，哦，你没有连身的，哦，背心跟裙子，都是背心跟裙子，哦，原来跟你很像，只是我们的材质有点不一样。对，但是我们的背心就是异曲同工之妙，就是都是无袖的，但是我的是细肩带，然后我的是宽肩带，对，然后我是有一点点这样子风领的感觉，对，我拿下，然后你的就是高包的圆领，对，就是圆领，对，比较，但是都非常舒服，我这个很薄了，摸摸看你的，我的这个，你这后稍微厚一点，我的跟你的比起来，我的稍微厚一点，对，你的稍微厚一点，可是我的这个就是非常的舒服。对，而且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就是它包的袖口这边好，包的很好，它的袖口的那个宽度包的非常的好。对，嗯，然后呢，我觉得我这一件呢，像我配这种超高腰的裙子啊，其实完全就是饮料来了啊，饮料来了，特别来宾有，特别来宾，然后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好久没有100多人了，因为你身上的因为有一个在，真的吗？所以我觉得大家不配这样。有很多颜色哦，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身上这个颜色是大家普遍就是最能接受的颜色，就是完全不挑肤色。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有点正式，有点藕对，因为它感觉没有那么休闲感。就这个颜色，它整体戴起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白色那么休闲感。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配像你这样配高腰，就可以比较正式一点，对，很漂亮。然后呢，这个就是我觉得它这个的厚薄度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算偏薄，然后白色不会透，但是它摸起来是那种很凉感的偏薄的，好凉，很冰，就冰冰的，对，冰冰凉凉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件应该穿到40度 OK， 40度 OK， 我们就贴个胸贴这样子。好了，你好胖，40度连胸贴都粘不住，不行啦，哎呦，你好羞羞哦，羞羞脸。好，然后我觉得这个绿色也很漂亮。它是那种带，就是也是带灰的灰感，嗯嗯，对，非常漂亮。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啊，嗯，其实而且蛮，就是这个绿色，它其实我觉得搭个白裤就也蛮亮的，嗯，对。然后或者是牛仔的东西，就是基本上这个都是实穿性非常高。这个就是，这个价钱应该不会太贵，蛮甜的，蛮甜价吧。
400-500包色，这可以上色一起带走吧？500左右吧。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试色一起。哎、欸，我觉得直接包色嘞，因为我觉得如果你黑白很多，因为你这个这两个穿一定要问题，就是穿的不会心疼。对啊，对，不会啊。但是我建议大家这个包色包我现在这两个颜色。对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包色。因为白色你不能今天穿，因为会流汗会跑掉。可以买两件，我的一份白色，实用对不对？实用，白色的、就是。你的那个黄调看不出来。对，这个黄调看不出来。好啦，大家可以买黑色，然后大象灰跟绿。对，好，就是我个人是非常推这个两个颜色，就是带灰感的，就是带灰感的一个咖啡色跟带灰感的绿色、嗯，就是这两个颜色，我觉得算是百搭性，然后我觉得又相对起基本色带一点，就是更有质感的感觉。对，然后。啊，刚忘了提醒大家，就是折30到今天晚上。哦，折30到今天晚上。对，然后这件多了要折30，这还可以折单，可以。可以啊，而且我们这礼拜免运的。满888免运，888。所以买2件就免运，还折30，折60，折60。有这么好的事？对。对，有这么好的事。我听到888免运的时候，然后而且当时瑞瑞还跟大家讲说，哦，大家如果你们怕就是全部一起订同一个单子，我要等比较久的话，就你还可以分开订。就是告诉大家，然后大家全部免运，然后就是因为你可能买个一两千就免运啊，就是就拆单拆单拆单，你只要超过888你就拆单，对，就是明明运费自己要吸收了，对，然后还要收，然后还要加，佛啊，太佛了啦，怎么了？所以呢，大家这一场直播呢，你一定要留下来，因为今天最后一天的折30，所以如果你上我们官网看，想看什么，先跟我们说，我们现场给他给你看，赶快点，你也可以今天赶快决定。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分开单，就比较不会等很久。对，好，然后再来介绍一下你的我的背心，还是先讲我的裙子。先讲我背心好了，我想说背心一起找比较好。我的背心呢有5个颜色。哇，你的背心很多颜色。我的背心很多色。但是这个背心就是有点棉感，嗯，然后比较厚，比较扎实的，比较扎实的棉感。对，然后呢穿起来就是包。我觉得它就是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我的是比较休闲。可是我觉得这件它虽然就是这样直板看起来无聊，可是穿起来对，可是穿起来就是包覆度很好，对，它的包覆度非常的好，就是它完全就是你穿起来一点点，就是这边的小肉肉都没有。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穿背心会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女生的话，可以选择，因为我就是如果单穿背心，我就会觉得有点别，好像就觉得少了，就觉得少了。这个背心就是单纯只有少手袖，对，而且因为我这个还是有一点点露肩，对，还是有挖的感觉，对，还是有点小小露肩，对，然后有点挖，就是削肩背心，对对对，但我这个就是。但是因为我的这一件啊，就是一般平常这种比较正、比较直板背心，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它就是很像内衣。我觉得白色大家都会觉得像内衣，可是它的这个的材质跟它的厚实度，你穿起来不会，就是你说的内衣有点像是那种机能，对对对，有点像机能，你就会一直想到那种。但是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它的领边包，就是它包的非常的好，它是很细节做的，就是很用心在做它的这个包边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感觉啷啷的，对对，就是它穿起来是完全贴，它穿可能穿久或洗很多次，它的领子不会变形。对对，这种就是感觉你随便怎么拉它，它就是会回来，还是会长。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颜色，其实有点像是浅天空蓝，对，就是带灰感的，带灰的，也是带灰感，这个就比较浅。三个颜色、跟尤尼身上的颜色放一起比就差很多，对，其实就有差，就是我的这个就是深咖，对，深咖色，就是摩卡色，摩卡色，然后这个就是灰蓝色，然后这个就是卡其性，卡其是很浅的那种卡其性。对，然后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侧开叉之外，它做了前短后长。然后还做了侧开叉、所以直接可以，对啊，所以你搭裤子，你可以，你完全直接可以单穿，然后可以就太用扎，对、啊。我觉得这个它的这两件它的那个特色都不特色不太一样，对，可是都是甜甜加的商品，这个也蛮甜的，对不对？这件这个应该也不到500吧，我记得这个，我觉得我的很扎实。对，你的这个棉感，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可能就你拿到你一定会觉得它质感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一般这种背心，我觉得它会做这样。864还是很，因为我觉得它是很扎实，对，它是扎实的，然后它的那个就是下摆，其实就是因为我这个只有到这里比较短，就是你就只能搭高腰的，不然就露肚。对，對然后但这个你就可以直接搭，就算一般的裤子，其实 OK, 都可以，就是正常上衣的长度。对，然后5个色。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一件它真的是，它是螺纹的那种，坑条螺纹的那种，叫什么？我觉得我在更细。
对，你的是我的比较密，是对，三个密，就等于是说这个是没有毛孔的棉，没有毛孔的棉，因为它吃起来就没有毛孔。对，但我这个就是会有坑，有一点小细，很细很细的细坑。对，但其实都很好看。嗯，对，就是看大家包覆性，我觉得都很好。嗯，对，然后这两件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穿正常内衣。哦，对对对，我现在都可以穿，但我现在是穿平口的，穿平口，但是我觉得它肩带也是可以长，可以，对，是可以长。可是我觉得穿平口有时候就是会很怕这边挤肉，对，其实对会很怕，对。可是我觉得这件还好，对，这件不会，它因为它虽然薄，可是它没有让你的肉跑出来，嗯，没错，对。然后我觉得这两件都是你可以各带不同颜色，我觉得可以。其实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咖啡色，我觉得很好看，就是它是属于就是搭配也蛮好搭，嗯，咖啡跟灰蓝很特别，对，咖啡跟灰蓝还有浅杏色其实都蛮不错的。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夏天，大家一定之前都很多那种基本色，对，所以你可以挑选一些比较当季的颜色，因为背心就是应该都是一季一季换的，对，因为就像我也不会穿去年的吊搭，因为可能都松掉了，都松掉了，对对对，或者是白色就黄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有基本色，然后你可以直接选那个特别色。然后再来就是我这件裙子啦，我这件裙子是皮裙，而且这件皮裙怎么那么的这么的收身，很修了，对，它整个是很直板，而且看不到你小腹哎，对啊，怎么是我呀？不要爆料了。就是我其实有长胖一点，然后其实这个就看不太出来了。我今天要回答我说那个，因为他穿那个运动裤，嗯，然后他缩小起来，我说肚子缩一下，快点再缩进去一点一下。都好。然后呢，我觉得这一件它是那种，它就很像刚刚那个背心的咖啡色，对，有点像，就是比较偏，嗯。对，然后有客人问说，那这个皮裙的厚薄度夏天？嗯，我觉得这个是 PU 吗？ PU 我觉得 PU 它一定会有一种就你久了它一定会有一点就是小汗珠的那种感觉，对对 对， 对， 对，但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穿它是就是除了这边包，它下面是非常是舒服的，是舒服，然后是有风可以进去，因为它开叉也开很高，开蛮高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不会影响到你的舒适感，嗯，就是属于就是一般舒服的那种感觉，嗯，对对，然后像这样子其实它是属于它贴起来，我觉得会比它有留一点空间给你好看，嗯，所以有时候在好看的时候，你就必须做一点取舍。但是应该大家都选好看吧？对对，像我会选，对，我也会选好看，因为再怎么不舒服，只要好看就好，别人也看不出来。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不会不舒服，对，它是贴身的，这件有分 size 吧 ？SM 就是 S， 这件就如果你怕闷的话，你可以选个 M 号，因为它 S 我穿起来是贴身的，这样子其实我不会感觉到闷，而且我觉得下面是还蛮通风的，嗯，因为现在冷气吹进来就是还是有风在里面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很舒服的那种皮裙，嗯。然后我觉得皮裙其实很适合搭休闲的单品，哦，就是牛仔外套，牛仔外套或者是。小白鞋， 对， 对，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样穿是很有气质，很有质感的，而且感觉搭个就是这样穿，对，想要穿跟鞋的话可以搭西装外套，嗯，然后如果想要休闲的时候可以搭小白鞋，对，穿给大家看，这样很好看啊，对啊，搭牛仔外套就是一个很时尚然后很有质感的搭配，嗯，对，然后但是如果你换上小白鞋，你就直接再减10岁，对，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其实因为我就有个困扰就是。我的脸就是长得比较成熟，嗯，然后发型也是弄得比较成熟，对，然后因为加上你的身高，对，又身高又比较高，所以其实一般人看我就是25、26这样的猜，然后但是我就发现就是靠穿着，靠穿着，靠穿着，啊，所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穿亮色系，就是因为它减龄啊，会减龄，对。可是你搭平平，然后你配小白鞋，也是会看起来就是，我觉得会更年轻。对，就是，嗯，就是只要靠穿着，其实可以让你的视觉年龄减十岁都不是问题。对，我们来穿小白鞋看看好了，直接穿。对，直接穿。它的开叉是不是也可以在后面？也可以，它是可以把叉，因为它的拉链是在侧边，所以我觉得我刚才看说它是不是可以放去后面，也可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比较正式一点的话，就可以把叉放后面。对，就这样，平常我觉得小白鞋，对，这样完全就是真的减龄。对，但是我觉得会是那种质感的，很质感的，就是很有质感。嗯，
对对，推荐大家，怎么又在这边我的口头禅？对，然后这件外套呢是新的短版的不修边的外套，这个是有点类似哎，跟之前的有点像，它是稍微 long 一点，比较宽的，对，它是比较那个算是更休闲的版型，然后它的颜色也是做浅色，就是上次的版型稍微修身一点，然后这个比较有点像男孩外套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而且像这样比较搭深色系的，你如果再搭深色会稍微有点重。所以我觉得就是牛仔外套就是深浅都要有，因为你搭配不同的时候，你去点缀会不一样。对，然后像牛仔，价钱也很便宜。真的吗？多少？也蛮便宜的。真的，对，然后像牛仔外套，因为我觉得牛仔布料也有分秋冬，嗯，然后像因为太厚棒了，对，这其实很太厚棒的，你夏天就没办法穿，然后这个是完全属于轻棒的牛仔。哎，大家现在都直播，真的都不讲话，都不讲话哎，对啊，你们真的很坏，非常安静，很坏。好，有时候看别人家，我想说为什么别人家互动率可以这么高，然后我们客人都不跟我们讲话，是不是抽奖还是比较多？有的可能就会叫你留言，然后抽购物金，然后抽什么，然后分享。嗯，没关系，但是我们客人都是默默的看，对，然后默默下单。因为我后来不做叫你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比如可能 Uni FB 分享的，他可能分享哪一家直播，可是如果我是 Uni 的好友，看到分享，我不会点进去看。我自己哦，对，我自己好像，你自己也不会吧？比如你看安安可能分享 R S 的直播，你不认识 R S 的话，你也不会想要特别点。没有，真的是很好的，我会点。很好的才很好的，可是我就只是朋友在直播，对，会去看。对，如果是一般的，就是可能平常嗨那种朋友，嗯，对，就很久。对，所以就是我后来不叫客人分享，就是我觉得其实还好，就会看会看，不会看。但是我们就是把这个分享的礼，然后呢，省到下来回馈给你们，就是你现在折30，然后又免运，就是我觉得就到今晚立即性的回馈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对，而且就是直接是给我们的常客。对，对，而且你是不是不知道要改系统了？有你知道？那你知道那个功能越来越好，可以分期吗？可以，可以分期，而且重点是它可以直接就是你现在在下面留言什么编号，它直接进。比如我现在。那个牛仔外套是001，然后客人如果在这边打00+1啊，他就在公车里面了。001+1，对，001+1这样吧。比如这件编号是001，然后他打001+1。哎，你们可以试试看嘞，趁现在叫你们留言一下。对，现在没有啊，还没开始，还没改，还没开始，还没开始。但是有这个功能，我觉得超很厉害，就是我觉得是很直接，就是你不用再回头去找，直接把这个 FB 直播结合那个网站。对。我觉得就是一直在进化，就是让大家更便利。我觉得比做可能平常抽奖活动还要更好。对，所以其实我们客人其实也算是大忙人，对，其实也是不太会就是跟我们留言互动。但是只要你们就是看到喜欢的，你直接在留言下留言之后，他直接加入你客户，对啊，就用在方便，对，好方便哦。对，然后我们预计大概四月中吗？现在四月中，还在2周，看下礼拜能不能正式上线？哇，那这样我会来玩留言。对，你在这边播，我在旁边按。安甩购吗？会不会出现？对，好啦，那我现在就已经展示了我现在这一套，就是可休闲，然后你的裙子有三个，就是可咸可甜。对，可咸可甜。然后呢，来这个颜色实在太美了吧？这个奶茶色，奶茶色，那就配我的好了。这样，对，奶茶色就直接配黑色，嗯，超好看，好看，对。然后我觉得奶茶色是带一点温柔的感觉，比较温柔。对，然后我身上这个咖啡摩卡色呢，就是稍微酷一点，嗯，然后黑色就是性感，然后更酷一点，帅，对，帅气的感觉，没错。我觉得选黑也可以。对，但其实我现在穿了那么久，至少有20分钟以上吧，因为我从开播前的那你有觉得舒适度呢？就是它，我觉得它是很好活动的皮。对，而且我觉得单纯是这边腰头这边会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稍微有点跟我的身体摩擦，有一种汗，就是哦，我知道，就是皮革，嗯，就是正常的啦，正常啦，一定正常。但是只要因为你看哦，因为你看它这边只有腰头这边是双面皮革，嗯，下面都不是的，嗯，所以我只有这上面是有一点就是微微出汗的感觉，嗯，就这样而已，嗯，就下面都是就是布的，就下面舒服的，对，所以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嗯，这是安的。安的，我还以为是白 T 恤，是我的。欸，如果有一件白 T 恤，应该蛮厉害的。白 T 恤也很帅哎，白 T 恤。我觉得可以来稍微乳白一点，对，乳白的雾白色，对，对，就比较亮面的。对，我们也会。好，换安
安咯。好，那我的这个裙子呢，就是我觉得是比较休闲感一点。好，我的裙子是比较休闲感一点的，但是这里的大扣子很对，这个大扣子就是这边给你看，它是这边有做一个这样大扣子，然后它里面其实是有点像是有点像片裙，可是它很贴心，就是它旁边这边是车好，就是这边车好，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会曝光。然后它就是做一个这样子比较大，我觉得它是这边比较大一点。它是花，有点花包，像花包，可是它的腰并没有做，就是特别做花包的样子。对，它腰线很漂亮。然后它穿起来的话，就是会直接就是很挺，就是它的裙子是非常有挺度，这样子。然后两个颜色，然后它很特别，是它两边做不一样，它这边是做这样子很大的扣，然后这边是做一个很大的假口袋的造型。对。然后它是没有口袋扣。你那戒指也是。对，像是一注意到我的戒指，对，一注意到我的戒指。然后两个颜色，我身上的这个卡其色跟这个是，就是一个很干净的，算我就算正白色。对，它其实算正白，算正白色。然后它的材质摸起来就很像斜纹布。你推荐这个好？斜纹布的材质，你觉得我推荐的很好？我刚推荐优妮和龟记的红柚，很好喝，这样。它就是穿，我觉得它其实也是可以休闲，然后也可以为正式。就是如果你上身是穿比较稍微小正式，其实你这样穿牛仔外套也可以，就其实都、okay. 就是我们两个现在身上这两套其实是都可以，只是我的裙子的材质不是皮革的，可是我觉得穿起来算是有点斜纹，对，斜纹面，但是我觉得有点带麻、欸，有点麻，棉麻感，棉麻感，这是棉麻吗？斜纹棉，嗯，大家摸起来是那种舒服的。有你帮我配了牛仔外套，也可以啊。对，其实也可以。其实也就是，其实它就是很大，而且我觉得如果配牛仔外套的话，我就会想要穿法式。对，这样就是非常清爽的搭配，就是春夏的话这样子。对，我觉得白色很好看，白色很好看。嗯，它就是正白色，然后它后面是这样，它后面这边还是有做这样子两道的，对，两道的斜切线。然后它活动，它走路是非常非常好活动，因为其实我这样打开的话，它其实叉是开在中间，就是里面裙子的那个开叉是开在正中间，所以穿起来是非常的好活动的。然后你们可以就是照你们自己的，就是我觉得这边的这个啊，它其实是稍微还是我觉得可以有一点点缩到腰，就是宽度的效果啊，可是就只有一点点，因为它本来这边它就是车好的。对，它本来就是车好，所以只能有一点点缩到腰的效果。嗯，然后这旁边是有拉链。这条裙子的材质我觉得很棒，就是它的斜纹棉的挺度很好。对，它就是穿起来会非常的挺，而且我觉得穿起来就是很滑的，就是有滑滑的感觉。虽然它不是什么光泽感，然后也不是皮革的材质，可是你摸起来会觉得它滑滑。对，这样。然后卡其色跟白色。对，卡其色跟白色，我觉得这两色都很白。我的卡其色我觉得是比较带黄一点的卡其。对。对，然后就是也是浅色系啦。其实这两个我觉得都是春天就是非常好搭的颜色，但我觉得白色看起来会很清爽。对，然后这个白，我觉得夏天如果你想要很清爽的时候，你夏天其实上半身可以搭一个也是全白的衬衫，可以或者全白的背心，就会看起来。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穿全白的背心，然后你就稍微搭一点，然后里面穿一个有颜色的 bra top 的话，我觉得会蛮好的。它里面的话是没有特别在做就是补丁内，可是因为它是斜纹布，我觉得不会到太透。但白色就还是建议你们呢要穿。浅色的内裤，这样对，嗯，还是要建议大家穿浅色内裤。啊，有你很好的，哦，因为还有这条裤子。哎，你穿这个颜色的背心好好看哦，我也觉得很白，穿起来超白哎。而且等一下哦，大家等一下，我再扣裤子。哇、哦，这个是第二波神腿裤哎，就它不是那种超长，但是它超瘦，超你穿起来超瘦的，对，从那个镜子里面看到很好。有你要换了一个比较休闲。这个是那家浪漫文艺家的吗？不是，另外一家。我觉得跟浪漫文艺家蛮像的，对。对啊，它版型是超瘦。对，就是他们家裤版有点像浪漫文艺家的那个裤。对。然后这次还有一件很厉害的牛仔裤，不要乱说。好。那我再给你们看一次我的牛仔外套。那这件。它后面是这样，它做比较落肩的牛仔外套，就是有你有说跟上次比起来，它这个是比较宽一点，然后它后面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大，然后落肩这边做的比较宽。好，我来了。好了，你来了。这条裤子超厉害，我觉得这个你要这样一套带走。
我觉得完全可以，我觉得这套它这套就是那种非常轻松，然后但是就是很休闲，但是很有质感。对对，然后裤子很特别。对，而且我觉得这条裤子哦，它的版型跟我之前就是那就什么三十号吗？就有一次韩国的一件，就是你有拿回去的那件，对，就是那一件，我觉得它版型是超像。对，然后刚好那件针织是浪漫奥利加的，真的、哦。对，这感觉整套都是浪漫奥利加的感觉。超级，我觉得颜色超级瘦的。然后这条裤子哦，它是 free size， 然后它 free size 是靠这个腰带，而且它的腰带很厉害，它是这种，它很酷哦，它这边有个洞，给大家看看吗？它这边是有个洞的，然后呢，它把这个腰头拉出来，然后整个是细成这样，它是从这边的洞穿出来，然后解开给大家。对。就我刚刚觉得说，我是要把它先放外面的，还是放里面的，就不知道。你看它的洞，然后穿过去。对，它是这样子。就是它的拉链头，它没有开到底，所以中间是有留一个洞，中间有一个空间是可以直接插进来的。对，然后呢，这件的后面它是有这种腰线的，有腰线，然后也有口袋。然后呢，它的口袋其实蛮特别的，它是没有那种腰头，它是直接是这样子，然后也没有那个扣环，也没有那个挂耳，就是只是这样，就是没有挂耳，所以呢这件是完全不限腰身，所以呢这不是不限腰身，这件是 free size， free size， 我觉得它直接可以穿到 M 号，就是我穿起来还是有点萎缩，就是我要靠这个腰带去把它拉紧。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腰带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前面，放这样，然后呢会比较，然后这样，对，这是超长的，对啊，这件很瘦，已经够长，更长，它是属于那种直板的，就是穿起来腿会觉得是直的。哎，我跟你讲一件事，我前上礼拜量身高啊，然后长到什么？而且我跟你讲哦，你等下注意看他最近长多痘痘。哪有？有。难道是返老还童？不是，是要最近这两天每天晚上无时无刻都要玩动物森友会。你知道有一天那个阿姨跟瑞瑞不知道叫他帮他干嘛，然后就说：“那我先盖一下房。”等一下再帮你，然后等到他弄。现在有一个很红的游戏叫动物森林，对，他就一直坐在那个森林，连我叫他干嘛，他说好，等我一下，我再盖一下房子。好可爱哦，超可爱的，因为是童心在线。对啊，最近突然童心整个起来了。哇，长高2公分，我觉得我可以再高2公分。我也觉得我可以再高两公分。你不要再高了。好，好。我刚刚讲哪？忘记了。圣经长两公分。重点就是呢，这条裤子它的版型就是之前我们冬天那件30号的版型。对，因为你还记得编号。完全，因为它那件就是我穿起来吓到的。真的，而且那件你还穿 S 号。对，而且就穿有 S 号还有剩，然后看起来超瘦。然后这件它是那种直板，就是腿会看起来很直，因为它。为什么牛仔裤腿看起来很直？其实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不是贴身的。对，因为你的臀部肯定是比大腿再宽一点。没错。如果你的臀部顺下去的话，但是裤管收的话，其实会看起来整体比例就是拉长。对对，然后把它缩窄。好，然后其实这件上衣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上衣它其实不是像镜头里面那么橘，它是有点带。就有点芥橘色，芥黄，有点像是姜黄色，橘色，对，它有点像是姜黄的颜色，对，然后我觉得它的边很可爱，给大家花朵边，对，它是有点像花朵边的，就是有一点点少女感，但是因为它的颜色是属于比较气质质感女生的颜色，大地色系，对，所以其实这件就是会看起来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件黄鸡穿起来还蛮亮，对啊。对，你刚一穿，我觉得你整个人直接超黄，因为它比我黄，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自从你们来之后，然后对于那种红棕色啊、焦糖色，对啊，打破就是会觉得对，超喜欢，没错，对，然后三个颜色，对，它有这三个颜色，这三个颜色都很美耶，我觉得这个。而且我觉得它的边就是你会一直觉得它的边好漂亮，对，而且一直想要看你的领子，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件上衣啊搭我们刚刚的皮裙，也这个颜色搭皮裙，这个颜色其实都可以，对啊，就是
背心会有很多不同的。我觉得背心真的就是大家应该都是包色出。对，然后它其实它是夏季的坑条，嗯，就是它虽然是凉凉的，对，虽然是就是针织然后坑条，但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薄，然后呢摸起来有点麻麻的感觉，所以它非常的就是舒服，不会粘身。对对，然后它比较特别是它的坑条在下摆的时候，这里有点剪切线不太一样。它这边要看这个颜色。它这边下面，它这里有做一个这样子的。对，然后包括它的下摆都是花朵边哦。对，就是整件，这件其实露在外面也很好。我觉得它这件背心必收，一定要把它带回家。好多背心哦。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像这三个颜色搭牛仔外套也都很好看。对啊，而且我们其实搭牛仔单品的话，其实这个所有的背心都很好。牛仔裙也很厉害，对不对？我现在跟你是同一个，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对，有点想搭。我觉得我们的腰带都很特别，就是绑的方式。对，因为很少这种牛仔裙有附那个绑带。对，然后我觉得是哪一个韩国做衣服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比日本厉害很多。对，因为日本它就比较素。就没有那么多花样，对，然后韩国是很多年小细节，对对，然后小细节就看起来完全不一样，质感就是看起来真的差很多。我们两个现在都是用，就是我是用绑的，就是绑一个单结这样子的，然后Yoni是把腰带系起来之后，然后这边再打一个，再绕出来，对，再绕。我觉得这样比较帅，但是其实也可以这样，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是这样，把它放在边边，也是比较收干净，对，比较利落，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比较可以穿高跟鞋，对。但如果这样像我刚刚那样，就比较休闲，对，感觉穿小白鞋什么的就会蛮好看的。没错。那我先把你的背心。好。但我上身就不是搭，就是小。还有背心吗？有，还有背心。因为我想要直接来背心拍。哎，我看看哦。还有吗？这种背心没有了，然后再来是这种。哦。对。其实这三件休闲的背心啊，你的排名是什么？啊，排名哦，有点难，对不对？有点难，我拿来给大家看。我觉得，如果是以平常我要穿的话，我会选平常这件。哦，对，这三件。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颜色是你刚一出场的时候会马上觉得哇，就是很惊艳。对，其实它取胜是在颜色跟它的细节。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背心，就是这种花朵边的背心是。很少见，哎，但我的第一名也是这一件，你也是这样，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其实这一件它是属于就是算是薄度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最薄的应该是最薄刚第一件这个，对，这一件就是我刚第一件穿的，然后这是第二薄，对，然后这是属于比较扎实的棉感，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件就是我跟安的第一名，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不用担心肩膀，就是你可以穿，然后也是属于大家比较不会害羞，因为这样它是指，就是跟正常版型的，然后它又有点幽灵，它会修饰脸型，对，然后呢，这件我觉得就是气质跟休闲，因为它的长度其实就是正常上衣的长度，就是你可以扎进去，但是你就算它下摆这边露出来的话，也是漂亮的，也是漂亮，对，所以我觉得它还蛮综合了，而且它假设如果。穿那种很气质的裙子也 OK， 对，就是因为它有花边，对，然后它的颜色也是属于温柔，对，因为像另外两件就比较休闲一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两件是属于比较酷，然后我的第二名是这一件，我也是第二名，对，我的第二名是这一件，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可能够搭一些比较酷的商品，或者其实像我是很多高腰就完全就是很喜欢这个背心，就像那个高腰喇叭裤，还有高腰绳，穿上去直接穿那个辣版，超辣辣版。如果你有买那个高腰绳裤的话，你直接穿一个这个，因为你买高腰绳裤，你一定身材很好，你就直接穿这个了。对对，因为它的颜色我也很爱，就是它其他比较低，就比较低饱和的颜色我也超爱的。然后就是。而且它这边虽然肩线这边它是比较削肩款的，但是它的造型不会太，但是我觉得它不会到太，它虽然有削肩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它还是不会到太露。对，然后这件的话，我觉得这件就是它是比较搭，它就是百搭，然后完全是你不用担心你会曝光。对，完全这个就是舒服，就可能去游乐园玩就穿这个，对，然后还吸汗。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不把衣服穿好。
所以我要买两个，想办法。其他这个都是你穿上去就不用担心啊，对，因为你真的就是乱动啊什么，然后肩带不小心穿比较粗的，你也完全对不用担心。但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穿这一件就是你就是它会帮你塑形的感觉，对，对，因为它有塑身的感觉，因为它棉比较扎实，对，然后就变成说，我觉得是像你在减肥的啊，就是穿这种、啊，穿这种会很节制。没有，要穿这种我才会节制，因为我会看到自己的肉，看到自己的肉，然后就会想自己的发叉。好啦，总之这几件背心呢，就是拉的啦，对，写了个排名。好，快点啊！好，然后呢，我的上身我是配了一个，就刚刚有你是配背心嘛，就是比较休闲感一点。然后我是配这套，对不对？而且杯子不要，再拿看一下。你看这套真的太，我觉得真的很好看。这个就是。这个背心，因为它颜色搭配跟这个裤，跟它这个裤，而且这裤子好瘦的。因为我觉得它的蓝是稍微，就是跟我这样比起来，它是比较深一点，所以这样搭起来的话，我觉得又很更亮的。对。好，还有个窄裤，还有，而且很厉害，超神，超神裤。好，然后搭上，我要讲我身上的上衣，就是我现在搭的上衣是那种雪纺材质的上衣，就是。但是它还是有休闲的感觉，因为它是做就是这样有点落，就是没有肩线，就有点做落肩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就是不穿好了，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就是拉这一个肩膀，然后但是我觉得拉另外一边的肩膀会比较漂亮，因为另外一边这边是有抓皱的。对，这边这件事我觉得，它是可以完全遮掉肩头肉，对，然后又有一点剪裁的上衣。就是如果你是它的剪裁，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你看到、它其实抽绳是我们抽出来的啊，自己抽。你看它可以整个这样放掉，是这样子自己抽的，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可以依照你的身形，对，依照你自己的身形自己去抽。而且我觉得这件上衣呢，它 CP 值很高，是因为我觉得搭休闲的很好看，而且你会觉得你今天穿的上衣非常的有造型。可是呢，它如果你下面换成就是比较气质一点的裙子，想要 lady 一点，对 lady 一点，或是你是上班那种就包裙的，这件上衣也超适合。对对，就是它，我觉得就是集结了休闲，然后又有设计感，可是又有气质的感觉。嗯，然后这件就是它下摆的这个抽绳啊，就是往这样往上抽拉上去，就是你们直接这样往上拉就可以，它是很好做那个造型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的厚薄度跟它的版型很适合。肉肉的女生，对对，就是正想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棉花糖女生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穿起来会很显瘦。对，对，因为它的就是宽宽的，安这边绑肩头肉，然后手臂的地方全部遮掉，它整个都遮掉，然后加上它的版型，因为它虽然是雪纺材质，可是它没有到非常薄贴，对，所以它穿起来是有挺度的，它不会黏在身上。而且它的雪纺是春夏的雪纺，就是不会太厚，嗯，就是你这样直接单穿，它是外面天地是没有问题，对，单穿是没有问题，对，是完全 OK。但白色一定还是会微透，白色多少对多少因为微透，所以你们就是穿肤色内衣或是小可爱，我觉得会比较适合。对，然后另外两个颜色是黑色跟卡其色，然后安身上是还有身上深绿，这个绿深绿色，我好喜欢。穿这个绿色，因为我觉得这个绿色也是很衬肤色的颜色，就是看起来也是会整个提亮，然后看起来比较白。然后我觉得，因为像我们平常我们自己都是牛仔系列比较多的话，我觉得配绿色很好看。对啊，对。然后我觉得卡其的话，这个话是可以营造就是有女人味的感觉。然后黑白呢，就是基本色。对，但是我觉得棉花糖女朋友，我觉得你可以至少选两个色，因为它真的是一件很好做造型的。没错，对，四个颜色，好，不用找。不用。然后我的裙子呢？子我的裙子，这件牛仔裙，超级爱。这件裙子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们大概三年前吧，有卖一件牛仔裙，然后跟这款很像，像跟那一款韩国已经彻底断货了，因为它本来是那一家就是整家都是做牛仔，然后家牛仔很厉害。然后那条裙子就不愿意做了，但是找了一个很类似款的。我有一个很像这样子的裙子，可是呢，它的布料很重，你会我觉得会一直被拉往下拉的感觉。但这一款牛仔它的布料是薄的，就是软的薄的。你等一下出场，你的那个腿太长了，回去。我很担心你那个腿太长了，你就大家只要踹大家只看着什么，全部都不用看我的裙子。好，然后我的这个
全程的，它这边它是有附腰带的，对，腰带就是一款腰带，要绑不绑都可以，对，就是要绑的，但我觉得它就是绑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绑蝴蝶结，嗯，因为我觉得蝴蝶结太说话，真的不说话，大家都不说话，好厉害哦，大家都安静的，好厉害哦，对，然后呢，我就打一个单结在这边这样，然后它前面是。就是是这样子的开场、嗯，然后我觉得这个裙长也很适合小个子，对，小个子女生非常的适合，因为它的布料是，哎、欸，我这样穿起来，有没有觉得我很像，很像那个夫妻的世界的小三？哦，对，你跟我走开，好，你过来，你过来，过来，不要，你不要，是不是？你不要，是不是？好，然后我的裙子呢就是这样子，那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后面两个口袋，后面这边有两个口袋，是真的口袋。对，然后这件下摆的洗手，我很喜欢，对我很喜欢它下摆那一条就是深色的那一条、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小小，对，有点那种撞色的感觉，对对，就是小小的设计。因为你是戏拍太多烧心啊，你今天有点烧心吗？不知道哎、欸，就是哑哑的，可以穿一下。因为我每次太累都是喉咙先反应。哦、还是我之前就是操到太累，他喉咙会咳嗽，会咳出一颗一颗。就是弹哦，就是有点弹的弹东西，然后就扒一点。累吗？我的肩膀给你扛。好，小三要出来。好，小三要出场。好，45号是不是？哇，哎、欸，我觉得你很像、欸，你的侧脸这样有点像他。对，而且发型也很像。发型也很像，对，突然瞬间，然后他也会就是穿这种，因为他就是他今天还穿牛仔裤啊。我也想到他从那个高跟鞋从书店出来的那一幕。书店，从书店啊，他不去买书吗？遇到正宫的时候，买书啊，哦，哦，就是他穿的窄管裤，对对对对，你现在转身走，往后走的感觉，就是很像，就是这样，对，很像，哎，这一套完全就是小三穿着，这样就很正啊！我说的小三穿着是夫妻是世界里面的小三，对，是穿的会像小三，对对是哦，但是这一套就是穿了男生会去动脸。真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一套就是身上一点肉痛，可是我觉得女生又会觉得你今天穿的是很好看的，不是女生看到会觉得，哦，你今天穿的就是，可是你又没有扮输了，对，但是哪里又没露，但是又觉得，干好喜欢，你刚刚说什么？你刚说我，你刚说没有，刚刚没有听到，好啦，就是重点就是很喜欢，很喜欢啦，对。然后呢，这一套啊，它的上衣跟它的上衣，我觉得有点像那个透透的那一件，对，有点像上次长袖那一款，没有袖子啊、但是这个就是属于没有袖子。没有袖子。然后呢，它其实也很方便，它不用绑，然后它就是这样穿上去之后就自带蝴蝶结。而且你有发现这件衣服上面有一点微微的亮粉，有，它发现它有一个珍珠光，对，然后给你看另外一个颜色，哇，这颜色好美！哎，这个颜色，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美人鱼的感觉。它是就是有点我起鸡皮疙瘩，每到我起鸡皮疙瘩，有点绿绿的，然后可是又没有像 Tiffany 那么饱和。对，它是属于湖水绿，就是浅浅、浅的湖水。对，然后这个哇，好好看哦！而且我觉得这一件完全就是因为之前那个需要绑带，而且你看它的肩头。他有用他的荷叶边去帮你，就是做肩膀的修饰。对，完全就是把你的肩膀，你也不会看出来我是蝴蝶袖，对不对？然后侧面，其实因为它蓬蓬的，就是显得你的手臂会比较细。对。然后呢，这一件它的，我觉得这件是超美耶，超美，我觉得这件可以包色哎，因为我觉得颜色都是那种，就是。很好搭，但是很不同风格的颜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蛮少见的。对，但是它因为它不会太饱和，而且它这里有暗扣哦。对，而且我刚刚发现它这里有个扣子，但是我穿的时候没有。我后来才发现它里面还有一个扣子。因为你这一套有没有像那个夫妻之间小三？小三，像好想的，像你看它发型，看它侧脸发型像。那时候就是可能它里面很常会出现。牛仔裤，然后里面很常穿牛仔裤。对，我觉得他说的对，我觉得那部片比较属于不是偶像剧。对对，他是属于那种写实的那种。对。还好，你们编剧没有要把你写成什么小三之类的。我应该，我等一下跟你们说下一部的事情。好，不能乱说。然后就是这个，他说，请问上衣会刺吗？不会，完全不会，超舒服。我特别身材很好，你好，我叫优妮哦。哎，为什么没有我？好，好然后这一件他们对啊，他们说你穿这件腿好瘦。
真的，它这条裤子很厉害，这件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件是弹性的，对，就是你看，我可以这样。对、啊，然后可以这样。对，因为这种裤子通常会有点磅数，对不对？对，它完全就是有弹性，但是看起来很瘦，其实很难。对，而且它蛮薄的。对，它是那种很薄很舒服的感觉。然后重点就是这件上衣真的好漂亮。好，再讲到裤子啦。哎，裤子如果你把上衣扎进去，你的腿真的不得了。来，我这样，这样，因为它真的超高腰的。嗯。它是，但是我这样扎会不会有点？这样好了，这样扎一点点。你这样腿应该有120-130。这边到这到这边是105啊，那应该有100，到这边应该有120，应该有120，应该有120，但看起来很不错哎。对，然后这一件呢，它为什么那么长？来，给大家近看一下，它就是这边有一个就是正常的裤裆，对，到这里上面加了大概有15公分嘛，加了一个像13公分假腰封的感觉。对，它这样，而且这样完全会看起来腰很细，因为它竖起来、嗯。但是这一件呢，我觉得它的腰就是虽然是看起来竖起来，但是它完全不贴。嗯。而且我是还有空间的，所以我连有空间都这么的就是显瘦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一条你们可以摆。很厉害、啊。而且它的颜色也属于就是春夏秋冬都可以。对对，也不是过浅，也不是过深。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套其实蛮推的。然后，而且我就很喜欢它的裤管哦，它是到这边都是紧的、嗯，但是下面是有一点靴形裤。对，然后而且这边它虽然是紧，但是你真的感觉不到它很紧。对，然后是很舒服。Uni的身高168，有切起脚跟。对，切起脚跟。对，然后因为像有客人172，还是175，问说他能不能穿。175应该就是会露脚。175会露一点脚踝，露一点脚这，175应该是到这，但应该也是漂亮的，很漂亮。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家裤子已经算很长了，就是因为我常常去外面买衣服的时候，我的这个身高哦，在穿别人家的裤子的时候也都还是短，所以呢，如果假设17，就是我穿这边的时候，有时候是切起，然后有时候是稍微长一点。嗯，对。但是我觉得高个女孩的话，你不用担心，你就看我穿，你就其实基本上可以看得出它的长度。对，但是我觉得裤裆的话，可能高的女生可能有人问。比如你高的话，裤裆可能就是要想一下。可是我觉得不会，因为如果高的女生她是腿长的话，嗯、完全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卡裆。不用担心，因为如果是身体长，可能才会有一点卡裆的问题、哦，是吗？对，哦，身体长才会。对，如果是腿长，腿长就是肯定是裤长的问题。嗯。但如果是身体稍微偏长一点的话，但是你身体稍微偏长，如果你穿这个也不会，就会看起来很显腿长。有人问这样怎么选尺寸啊？这件版偏，因为你穿 M 号哦。哦，我穿 M 号哦。对，所以，那我觉得这件，其实我觉得穿 S 号应该也会 OK。嗯，因为安安穿 S 是合身的，合身。可是安安穿 S 应该跟你现在穿起来感受度差不多。哦。嗯。那我觉得就是选稍微大一号。选大一号。就是我们上次有说，感觉它是比较适合，就是顶多是到 M 号。M 号我觉得穿到。大 M， 嗯，正常的 M 号，就其实我觉得是正常的吧，正常的 M 号，因为它其实弹性蛮好、嗯。我觉得 M 号就穿到 M 号，对。然后 S 号的女生，你稍微腿部比较肉一点的话，你可以拿 M 号。M 号，然后如果是正常的 S， 正常 S 你就拿 S 号。嗯嗯，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因为我算是偏 M 号啦，就是大号 S 到小 M 之间，对，所以我穿 M 号是舒服。嗯，但是因为还有空间。对，可是我觉得 Uni 的腰现在还松松的，可是我穿 S 应该也可以。就是 S 可能会腿会看起来比较绷，会感觉比较紧一点、嗯，但是可能腰都会刚刚好。嗯，对，所以就是看大家的身材比例，你也可以就是拿你的腰围去官网看我们的量的尺寸，然后稍微。但这件弹性还不错，这件弹性非常好。嗯，就是而且屁股超翘，超翘。忘记收肚子，没有啦，它其实就是这边还是有空间的啦。对对，就是这样看，其实看得出来，因为你的腰松，这边松松的，松松的。它这很好看，就是很超长的，超长。然后就直接配我那个背心，哇，辣翻了！真的，完全可以。好，
我也换了一套，但我现在换了一套，我觉得这套就是有一种就是那个很多贵妇妈妈们他们出门的时候就会穿这样，他们就会穿像这样的背心，而且直接搭个爱马仕拖鞋，超可以，超休闲，就是比较休闲感，可是穿起来我觉得是质感非常非常的好。嗯，然后这个，那我先讲裤子好了，因为我就是每次就是看到这个裤子，就说哇，它真的是，就是像这件其实有点像短发夹的，对，有点像短发夹的裤子，因为它的腰头是做这样子的三层的，对，三层，然后它这个腰头也是，我觉得是露出来也会是好看的，所以你们就是像这样的裤子啊，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就是穿那种可以扎进去的背心，或者是可能有露到腰头的背心都很 OK。这样子，它是这样子，然后它是做整圈松紧带，然后裤子的颜色我是觉得是很特别，是因为它这个绿是有点，它叫什么绿啊？它的绿有点带灰调。对，因为就是，而且我觉得它的光泽感这样子就是穿起来质感超好的。对，然后它另外一个颜色是这个，它有点咖啡色，可是有点带粉的咖啡。对，就是牛奶加比较多。对，就是我觉得是摩卡咖啡，然后牛奶加比较多，然后因为这两个颜色，我觉得都是穿起来会很显白，嗯，而且腿看起来很长，对，看起来这个就是不多说的，就是一定就一看就知道它是长腿，嗯，然后我觉得这件还蛮贴心的，是它有做口袋，对，它这边是有做口袋的，这样，然后这而且这个它是只有卖裤子，只有卖裤子的，因为之前是套装，对，然后我觉得套装大家就会很有选择障碍，但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很贴心，它这个是只有裤子。然后两个色，我觉得是真的两个颜色都很特别，而且就是跟之前颜色真的不一样。嗯，如果你喜欢光泽系列，又喜欢这种落地很舒服的宽裤的话，我觉得这件很漂亮。而且这件裤子呢，我觉得是如果是你是小个子女生，之前的话你因为有的可能会觉得特别长，嗯，对，因为我之前穿落地的话是刚好齐，但是这件呢，就是如果你是小个子，我觉得这件一定要选，因为它穿起来，我现在穿高跟鞋是还没有到整个贴地吧，就是还没有到整个齐地。所以小个子的话，我穿这个的话，我觉得很 OK。去了，这样子两个颜色，然后它的光泽感我觉得比较亮，就比较亮光眼的感觉。两个颜色。那我讲我的衣服。几点了？9:25。哦，那差不多了。对，我等一下这一套就要先离开了。对，好，那我要讲我身上的这件背心，因为我身上这件背心呢是，这一次的就是刚休闲感背心完之后，再来就是像这样子的背心。对，比较有女人味一点。对，我觉得是很女人味的背心。可是呢，我现在没有把它扎进，然后我配一个这样落地裤，我觉得是可以营造慵懒的感觉。对，就是很舒服，它穿起来就是非常非常舒服，然后冰冰凉凉的，有两个颜色，对不对？对，有白色跟黑色，就一样是。还有一个水蓝色。有水蓝色。嗯。我怎么不知道有水蓝色？黑白，然后跟水蓝色，然后。像今天有，因为蛮多客人在问这件，然后有客人问说白色会不会有透肤的问题？我觉得还好，因为它其实是两层。他说高个人想看优你穿个六套装，哦有，很厉害有。而且你们两个现在就是色调蛮接近，我们现在正宫色调很接近，正宫档，我们两个现在色调超级接近。我现在是你的朋友，就是正宫要出场，然后要找一个好朋友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朋友，就是我的邻居，对，我是你的邻居，邻居那个女生，邻居的那个女生。我身上的衣服三个颜色，就是黑白跟这个水蓝色，我觉得水蓝色超美，这个水蓝色。刚有人问说26号的裤子，26号裤子的裤长不适合 uni， 所以我就不给他穿了，因为那件安安穿已经就这件安安穿已经大概8分了。对，因为你好看裤头。对，裤头好看。我觉得它就是穿到16。对，因为 uni 穿可能会变成7分，会很奇怪，所以会看起来因为你就跳过，对，165以上女生那件裤子就跳过，对。对，那我给你看我的衣服的这个，它这边是做这样子的垂领，然后很贴心的是呢，它里面的这件背心啊，就是你就是我穿这样子的垂领，它不会露到任何的勾。嗯，如果你想要有安全感的垂领的话，安全感垂领就选这一件背心，就这样子。然后它下摆这边是做这样子，就是有点。这一层有故意做比较长一点，这样子有点不规则的下摆，然后穿起来我觉得是蛮慵懒舒服。然后你们也可以就是配包裙啊，然后把它这样扎进去就很。哦，又蛮好喝的。好喝，对不对？扎进去的话可以营造女人味，这样。
我很喜欢这个蓝色，这个有，我觉得蓝配白裙就超美。嗯，好，有你，好，换我啦。正宫来了，现在就是要准备去找律师了。对，等一下第几集？我看到第4，好想爆料哦。去打小话，剧透。好，我跟你说是真。穿家之后，这还会有小灯的部分。我也对啊，我觉得正宫漂亮。对，那我觉得那个，而且小三看到自己会先走吧。对啊，小三会觉得说我拿手跟他比。对啊，可是我小时候穿刚刚那样嘞，很难抉择哦。不可以犹豫哦。他犹豫了，对啊，因为牙纹是戒指。他说哦。哦，小心一点。我那个是阿叔，那昨天哥哥突然在家里拿一个玩具戒指出来，说为什么？我就吹头发，然后吹，我就看到柜子上那个戒指，我从来没看过。然后就是小朋友那种玩具戒指。小朋友的玩具戒指，就是那种很像藤编的，然后上面有小花朵，小花那种，好可爱哦。然后说他说这戒指谁的？这是谁？其实他的小三是3岁。然后不是，然后你知道吗？哎，我刚好看完大概第6集，大概才10分钟，我完全真的傻眼，说到底是玩具戒指。拿来的，你我觉得要先回家打扫一下，看一下什么会被有些东西先丢掉，有些东西先丢掉。哎，可是我真的觉得看那个夫妻世界，女生如果有男朋友或有老公，会有点疑心大爆发，真的会，因为太可怕了。对，就会想说，就是你姐姐跑去旁边，就想说你在跟谁讲，实在太现实。对，现在搞不好你可以怀疑你男朋友在等你的时候，你刚去哪？对啊，就会问他说你正在家吗？因为他那天呢，就是有一个导演找他拍起重机的，然后拍到早上6点。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样子去起重机，为什么要过夜？”然后他就说：“我这是起重机。”然后我说：“你确定你一直在骑车吗？”然后他就拍现场那个起重机的样子，超好笑。对，他就说：“你干嘛？你干嘛转盘？”我就说：“你去看你就知道了。”对，所以呢，大家其实我觉得6集，他1季6集其实很可以看。啊，只有6集而已。他第1季就是6集。啊，播到10。不知道，不确定。哦，还会再出吗？会啊，2年后啊。啊，2年后才要出？不是啊，剧情直接跳2年后啦、啊。你第6集不是看完了？对啊。就直接没看到最后吗？对啊，就是最后她老公回来不是吗？她、老公邀请他们啊。那再就下一，再就下一集啊。这不是第1季6集吗？你是看英国的吗？英国的版本是这样。哦。那韩国是会超级12、16分版本，什么时候出下一集？这礼拜啊。韩剧都是1个礼拜出2集，一个礼拜，礼拜六的时候，假周末，直接让我抛弃鬼妈妈就是这一套。好，那大家如果有空可以看一下，那有你的这一套吧。好，你可以再好，好，好，我还可以等待你来。好，好，然后有另一件呢，就是我觉得穿起来质感非常。走开了，走开了。就是那种比较有气场女生穿上去比较霸气，是气场爆破。然后这一套卡特上衣又给大家近看一下。但是瑞瑞，我觉得这一套可以建议大家去用加个安全套，因为它这样子其实如果是比较喜欢性感穿搭的女生，你这样开一点其实很性感。但是如果是比较保守的话，你就是要让它，我觉得还是加个扣子加在这里，加在这里让它比较好，就是比较不会活动比较，就是没有，就是你加的时候你要不要扣都可以。对，不然就是还有另一种方法呢，就是呢里面穿个跳，就是比较跳色的，就其实也 OK。或是加一个那种比较稍微蕾丝的那种。那个什么，垂领背心的，对，睫毛蕾丝的背心，睫毛蕾丝的背心，露出来会很好看。对，好，然后这一件其实它也有一点点，它的光泽感很特别，它是那种法丝光泽感，珍珠法丝，对，它不是那种点点的感觉，它是颜色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种，就是算是有点类似缎面，但是呢又不会太。就是不太亮，光泽感没有。对，它光泽感是微微的。但建议大家就是穿的时候这边加个暗扣比较安全一点。对，加暗扣，不然就穿小可爱。对，然后我觉得这样穿，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是比较算是职场上有一点地位的女生，这一套真的完全就是你必须要买走的东西。对，而且或者是说你是稍微就是可能会比较怎么说？
就是比较有气场女生，比较喜欢气场的穿搭的话，这一套完全太好看了。而且这样上下加起来其实三千多吧，那很划算呢。对啊，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分开搭很好搭的东西。嗯、但这件裤板我觉得可能它的腰头可能比较适合 M 号以上的女生。哦 ，M 号，对，因为它的腰稍微改，可以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再紧一点会更好看。对，就是。让你的腰的比例会比较高，对，然后这一件裤子是一个 size 一个尺寸，因为它后面是有这个松紧带的，有松紧带的。其实你这样穿起来，然后你其实穿到 L 都没问题，可以可以，因为这件是完全不限腿的，然后呢也是不限腰头的，所以你就是穿到 L、XL 其实都 OK。对，然后高个的话裤长也够，而且它的布料是非常。凉感，它是雪纺吗？雪纺，它是雪纺，超级凉的，然后就走路也是很飘的那种，因为它是属于宽裤，然后外面再一个折纸的宽裤。对，好，你要先讲吗？没关系啊。哦，好。我怕你赶时间。没关系，好。然后呢，这个上衣呢，就是，我觉得它最棒的特色就是它非常薄。嗯。它其实这一件它完全是那种。超薄的，很舒服啊，很舒服，很舒服。就算你里面穿个吊嘎，穿个背心去挡一下胸前这部分，其实也都完全。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你是很怕热的人，这件很好。但是你是又是要穿比较正式，对，的而且这一套搭西装外套超好看，好看，我超喜欢这个裤子，它穿起来超凉，真的很凉，对不对？它有内里吗？没有，而且很像穿裤裙的感觉。它没有内里，就是超级凉哎、欸。而且它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不会透的，嗯，所以放心，叉 L 女生都可以穿。对，这个真的超推荐叉 L。对啊，为什么？太累了吗？可能太累了，不知道哎、欸。还是中暑？还是我的声音分贝太高？调整一下。对，好，好，对。好，我也换了一个，我穿的刚刚有你穿的那一件背心、欸，嗯，然后我穿黑色，它是穿起来很凉啊，但是我好冷啊，很冷，我真的很冷，我整个就是狂起鸡皮疙瘩，整个很冷，因为它的这个背心真的是，因为它穿起来我觉得它本来是有点冰冰凉凉的，哎，这件裙子，然后我的背心呢就是这样穿给你看，因为它其实就是我下面就配一个裙子，一直打断它，那不是这是这背心你已经讲完了，我就穿一下黑色。给你们，他有配了一个裙子，来，你要让我介绍一下裙子。这个裙子太好看了，怎么样？这裙子是那个马尾欧丽家的，马尾欧丽家的，哇，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件它里面是不是内里？有它有半，它有半截的内里，这件很特别。对，而且它不是拼接而已哦，你看它这边怎么了？哦，它这边还有材质，它不是分两个材质而已，它是外面再盖一个那个斜纹布，斜纹布有点风衣材这样子的。就是他们，我觉得跟上一次有一个蓝色那种很多片很像剪切的那一些，就是他比较不偷懒哎、欸。对，就是很不偷懒的在做很多细节。我就觉得韩国人做衣服真的很厉害，真的。而且它这件很好，是它的腰是整圈松紧带的。对，它整圈它可以穿，它整圈是松紧带，就是可以再装下半个的。对。对，这个就是到 L 号女生也都很 OK， 而且它整圈松紧带穿起来超舒服，就是。我觉得穿起来是非常非常刚好，对对，对，然后所以是如果你是扁身啊小个子女生，这件裙子就是也是很适合，这件裙子小个子也很适合，可以。然后我觉得高优，我觉得最贴心的是它有把百褶里面加内衬，对，因为虽然它只有半边，可是就是你看这边半边还是会就是。这样子的话还是会漏到内裤，所以它还是有帮你做半截的内裤。我觉得另外一个地方是他有想到说，因为这件摆着会透嘛，对。然后他内衬他没有做全长，原因是因为要让下面有一点透肤。对，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你在走路的时候会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就很性感。嗯、对，但是百褶裙明明就是看起来是很气质的东西，但是它让你有点小性感。然后这一边我觉得是有营造有个性，对，比较帅一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你平常帅气女生穿起来也会觉得很 OK， 就不会觉得啊会不会穿裙子有点就是太雷。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是原生的女生，你很想要穿百褶的话，可以选这件。对，因为他们可能会比较怕说整圈百褶，整圈百褶可能会撑开。对，可是他这样子的话，他是把你这边的臀型这边整个都遮住，所以我觉得你是棉花糖女生的话，他就算这边有百褶，也不会让你显得下身是比较圆的。
这样很好看。然后刚刚有人想要看45号的西装，好哇、啊。45号的西装其实就是我们上次的窄肩、哦，然后我一样放到8折给大家购。对，对。然后这件呢，黑色目前现货只剩下几件而已。然后绿色的话，因为第二批正在制作，那第二批的话大概会再等需要2周。再等两周。差不多，因为王丽跟我说今天做好了。嗯，2周左右。今天在跟我要钱的。今天做好了。已经做好了。对，然后做好之后，因为还要品管嘛。对。品管，然后还要放包装袋，所以大概还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对。然后现在就是有黑色跟绿色。窄肩西装呢，就是这一次，就是我觉得是这两次，就是又多开放让大家可以买，是真的要珍惜把握机会，因为我就问他说，白色还有吗？还会再出吗？欸还会再出吗？白色，白色有白色，你知道白色吗？因为我很挣扎啊，啊，不是因为有一个客人穿太大，还要寄回来，对，想要寄回来，有机会哦。因为我觉得窄肩的人真的很难找到西装外套，就正式的西装外套。对，就是你平常可能休闲的西装的话还可以，就是有点宽松都还没关系。可是你这种正式西装的话，你就是要我觉得要合身才会漂亮。真的。对，所以窄肩西装还有黑色剩个位数喽，大家错过就没有了。白色你明天有机会可以带。有机会可以带回家吗？对。对啊，因为而且我觉得除了黑白之外，绿色真的很特别。绿色真的很漂亮。对，灰绿色。因为那个灰绿，我后来发现。我们这样几次搭下来，灰绿色是超常搭到的。对，我发现灰绿色最常穿。对，而且灰绿色很特别。对，很特别。然后你不管里面你是配深色还是浅色都很好看。嗯。然后 Uni 现在也穿了一件洋装，可是拼了百折。对，他说窄肩真的很难买到好看的西装，真的，我跟你说，这件真的很，就是它，就是45号，一定要把它带回家。因为其实像我这样，像我，也是，我已经不是窄肩女生，我是正常身形女生，然后又是高个，嗯，有些西装外套穿起来就还是很大，好大、啊，还是很大，就是、而且有些高的女生她反而不会喜欢穿那么宽的，因为穿起来会感觉更大，对不对？对，看起来更大，感觉更会更对，所以有的高的女生应该比较喜欢穿修身一点的，对，没错。我的她可以套吗？可以，那我的给你，好。给你套看。好，那我们的安安就要先稍微。安安，拜拜。安安，明天还会陪大家。对，明天再来，明天还会来。我用 P 的好了。然后这 Uni 的最后一套。对。好。然后我先来介绍一下我的洋装。这件洋装是不是有点厉害？就是也是一个我觉得甜甜的，然后小清新的感觉。而且它这一件它的颜色，我觉得我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颜色洋装。因为薄荷之前有吗？薄荷之前是没有，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对，然后呢，这一件洋装我觉得它整个穿起来，它不会显得太少女或太小。对，就是它是属于气质款，然后很有。就是很有分量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一件它的绑带啊，也是跟我们之前有一件很像，对，可以绕前面，它是可以绕前面然后绑的，也可以这样子像是垂草，也可以，对，然后呢，它这一件我觉得一定超适合稍微小个一点，对，小个，大概155-158，我觉得这件小个穿会比高个更漂亮，对，因为其实我穿的长度呢是在小腿。肚上，所以其实如果是小个子穿的话，在小腿肚的下面会更好看。嗯、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一件，而且我觉得这一件它很贴心，它这边有做那个扣子，暗扣，而且它这边是双层的，所以它虽然是浅色，但完全不会透。对，然后它的袖子啊，它其实是长袖哦，只是我故意把它弄得稍微有点就是有点五分袖，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利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就是看起来比较利落一点，对。然后呢，我觉得它的百褶它是用红色系的，就是我觉得它不会显太少女，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原因。对，它围裹的百褶不是白色，就是跟红色系，所以会看起来它的整體看起来没有那么像小朋友。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关系。但是它虽然没有内里哦，但它也不会透。我拿另外一个颜色给大家。对，它是这样围裹式的，没有内里，但是不会透。然
那另外一个颜色是这个有点粉色，哦、这个就是超级气质的那种颜色。对，它是有点奶油粉肤色。对，那这两个颜色都超级，就算很浅，但是呢，就是很有气质。对，然后绿色蛮特别。嗯，我觉得这一件真的推荐小个子一定要戴，因为之前我们进的都是比较长。对，然后这件是偏短的，你看它好气质。气质不可以讲话那么大声。对，好。然后这件的袖长呢，大概在七分、七八分还是全长？它是全长的，它是全长。是因为它的扣，它这个袖子是平整的，没有扣子，所以我想说就是拉上来会比较利落，比较利落一点点。对，它是全长的，大家看。它是这样子全长，我觉得夏天大家也可以选这种比较轻薄的洋装拿来当防晒。对，然后这个颜色其实也不会透，但是尽量还是穿浅色的啦。对，浅色还是穿浅色内裤。哦，没错。对，然后这件的话就是适合小个子。对，这件小个子你一定要戴，因为穿起来是超美。对，然后我们提醒大家哦，折30%的活动到今天晚上，而且满888免运，其实你买一件就免运。对啊。哇，这样，而且老板娘还跟大家说要分担。好，大家如果其实你不急的话也不用分担，那你很急的话可以先分担，就到了就出货，到了就出货。对，然后到什么时候？到这个礼拜天。到这个礼拜天，那其实时间还蛮足够的。嗯，但是今天礼拜三。对，像今天我觉得可以直接先把你已经喜欢的、你已经就非买不可的东西就直接先下单。对，先折30%。对，因为就直接折30%，你这样很划算。因为你看，刚刚那背心其实很甜，就500多，500多，对，是500吧，500出头，500出头，然后折30%，然后两件还免运，然后还折60%。对，所以呢，今天赶快先把你日常会穿到的衣服先带走。对，然后还有牛仔裤。没错，刚刚那一条神腿牛仔裤。对，牛仔裤先带走，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你天天都会穿，所以呢，你就赶快先把它带走。然后呢，像洋装的话，你就可以再多考虑一下下。对，就礼拜天888免运结束之前，你就赶快把它带走。没错。对，但是我觉得最优惠的还是折30%。对啊，对啊，你半件就折了。对，然后你折30%，然后又免运，这样直接是折90%，折100%，因为70%。哦，垫到哦，运费70%，然后你们是宅配。对，宅配还免运吗？嗯，超好，而且888。你看宅急便，其实你去宅急便，如果你去 Seven 寄啊，其实到100多哎，100多150，然后我们只收了70块而已。然后而且你还不用出门，对，直接不用出门取货哎，对，等于免运70嘛，然后再扣掉30，已经省直接省100。不行啦，你没晒啦。然后如果你会员账号有红利金的话，赶快用。对。对，赶快使用。对，这样你们优惠真的太大了。对，因为这样买下来其实7折而已。对，所以大家赶快把握我们现在888免运再折30%，直接现折100。没错。对，然后呢，小个子这件洋装不要忘记它，因为我觉得这一件也是属于就是休闲也可以。对。你穿个凉鞋也 OK 的那一种。对。对，然后呢，也很有气质。然后呢，高个那个神裤先带走了，对，刚刚还有背心，赶快先下单了。那条深蓝色就是腰带比较特别。哦，对，那个腿超直，超直超瘦的。对，就是神裤是什么？神裤，神裤就是显腿长。然后呢，那个绑腰带那个就是显瘦。对对，所以就是不同的需求，但是天天都可以穿。对对，好，颜色还没到，还没。好，然后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喽。好，然后谢谢各位陪我们，谢谢大家。对，然后大家应该可以准备下班了。对，大家应该现在差不多已经在收东西了。对，已经开始去前往搭车了。对，然后今天礼拜三了，礼拜三可能在礼拜三再上个两天班就放假了。对，我明天又是整天无场，所以早起要早起要早起。好，大家赶快回去洗洗睡。还没那么早啊。好，然后谢谢大家陪我们，那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私讯哦。好，就私讯咯。好的，大家拜拜。